说我的露露才几个字而已，你们就花点钱帮我做一下。好了，之后发现哇，这边是什么？陈林，看到吗？我好怕。对，楼上小心哈，我怕你不激动的。不是，因为其实你楼上哈，你知道你坐楼上的话，你就要去加钱，坐大一点，我才看得清楚。你看像这个林宥嘉，好清楚哦。还有动力火车哎，对啊，我刚我看到动力火车。跟你们分享一个，之前我来小巨蛋看张，我来二啦，你一号电话，我立刻扣输啦，加油，加油，喜欢五月天。好恐怖哦，你们人好多，小心哎，不要掉下来哦，小心。几个人来就几个人回家哦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你们笑点很低耶，我这样成就感很好哎。我要讲那个啊，我之前跟那个动力火车的志玲哥来看张学友演唱会，然后我们可以排队跟张学友拍照，然后那个志玲哥说很紧张，对，要跟张学友拍照。然后我说奇怪，你不是才来这边开完演唱会呢？他说不一样啊，我今天是粉丝的部分。志玲哥在哪里啊？在前面。哎呀，他被啊，在这边。志玲哥在那边，去找他。虽然还有一分半。志玲哥，志玲哥，还有一分钟。志玲哥，今天头发没有润湿。你又赶上了，恭喜你！紧张吗？现在一分钟，剩一分半。志玲哥在那边，为什么没有 round down？ 你好，因为我新来的，你是我候补的，没有 round down。没有啊。来采访，最后采访。那我们可以猜一分钟，你可以唱。啊啊啊不要呀。